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炮心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关于汉堡的恐怖游戏，游戏的名字叫《简陋的快乐汉堡店》。这都恐怖游戏了，还能快乐的起来？汉堡是一个谎言啊、原来都是假的呀！进入剧情了。这些暗房的芯片，哎，我这个视角好像是有人在给我做手术啊！要给所有员工发这种芯片，这些人要把芯片装进我的脑子里。妈耶，这不会要做什么恐怖实验吧？花里胡哨的精神控制芯片上，他们想要控制我，想要控制我干嘛呀？不是吧，看起来挺安全的，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？这帮医生太坏了啊！不过有可能啊，我是收了钱的来做这个实验啊，很正常。来吧，那我们进入游戏，制作汉堡。那现在实验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呀？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些幻觉了，我的幻觉里面居然还有人。Hello， 你看着我干嘛？长得好清秀啊！哦，他应该是顾客啊，过来买汉堡的。那我们赶紧做吧。哎呀，这场景一看就不像好地方呀，很阴森、很恐怖的样子呀。这边有食材，这怎么做呀？先拿一个面饼出来啊，再拿几片肉过来烤一下。汉堡的食材不就那几样吗？肉啊、饼啊，然后蔬菜、洋葱。哦，已经烤熟了耶，看起来还是挺卫生的嘛啊。来给它夹一下啊，再来一个番茄洋葱过来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随便弄一下吧。 OK， 您好顾客，老炮秘制小汉堡已经给您做好，给它包装一下啊，请拿好您的川西小套餐。看到我小便没洗手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顾客怎么变成异形了呀？不会吃到我汉堡变异了吧？哎，什么情况呀？哦，换场景了，这应该是我的家里吧。这里有一个员工手册，我们是小汉堡庄的员工啊，开心堡小汉堡。这是教我们做汉堡的一些流程啊，感觉好麻烦的样子呀。算了，不看了，随便做吧。先来参观一下我的家里，这里有个南瓜头，还有电视机啊，能开吗？好像不行啊。哦，看这情况应该是晚上呀，我们上的是夜班，好辛苦呀。看厕所，要不我们拉泡屎的上班去吧。这马桶上面为什么有个收音机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如果便秘的时候可以放大音量啊，把屎给震下来。放心，就经常这么干。我们来洗个澡吧，洗澡能恢复这个健康值、能量值啊，这样可以。好了，我们要上班去啦，要迟到啦。关水。这边什么地方？柜子。不用换衣服吗？算了，直接去吧啊。哎，这个桌上有一个手机要拿着啊，通讯设备。现在起我是你老板，老板是了不起的啊！啊，这个手机是公司配给我的，谢谢老板，老板真好。放心，我工作时间绝对不摸鱼，我可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打工小青年。哦，这玩意是单向的，真抠啊！你配个像样的手机不行吗？哎，这楼道上有个人，这应该是我的邻居吧。 Hello， 这么晚准备去哪里呀？哎呦，这个家伙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呀？这黑眼圈一个月没睡觉了吧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啊。这个贩卖机，看看卖什么东西的啊。是卖零食的开心棒，你要买吗？哎呀，这个人身上为什么这么多苍蝇啊？这家伙一年没洗澡了吧，这发臭了都，太不讲究卫生了呀，我怎么跟这种人住在一起呢？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离他远一点啊。好的，我们出来了。嗯，这个家伙刚才还死气沉沉的，怎么一下这么有活力呀？跑步姿势有点骚吧？你开拖拉机呢？肯定是找妹妹去玩了，高兴成那样。我家门口怎么这么多警车呀？哦，这边好像出车祸了，那车着火了呀，撞车了这是。天上还有直升机，厉害了！知道了，知道啦，我们要上班去啦，还得走路去上班呀。哟，有个小妹妹，嘿，哎呀妈呀！这大妹子啊，你这晚上一个人竟然走不太安全吧，别被我那个胖子邻居发现了呀。这个汉堡店在哪里呀？这周围的高楼还挺多的，应该是市中心啊。
旁边有个工地还在施工呢，辛苦啦辛苦啦，走喽，跳着去上班啊，我们跳着走快一点啊。这边有个隧道，箭头指着呢，就前面啊， go go go。 好，你差点变成了 happy 三明治。什么意思啊？不会要拿我的肉做三明治吧？到汉堡店了，欢迎来到你的第二个家，开心小汉堡庄。这个店看起来不是很大呀，生意应该不咋地吧？呀，这个小奶牛公仔挺好看的呀。哟，还会说话呢？啊，这应该是门口放的吉祥物啊，欢迎客人的。来，把门开开啊，准备营业了。这不是老司机吗？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谁在桌上扔垃圾了啊？扔掉，别想偷吃的回家。我正想偷呢，晚上回单夜宵吃啊。老板怎么这么抠啊？在你们店打工上班，连吃的都不给啊？打开招牌灯箱，八戒，你的猪鼻孔好大呀！哦，我们去把烤炉给打开先啊，应该是这里面啊。好，进来了。哇哦，我们还有个小帮手呢。哎，等等，这家伙不是我邻居吗？我不想要你这个小扳手了，你别把苍蝇掉汉堡里去了呀！这客人吃了肯定得穿新衣。不管了，如果被投诉了，就你的锅啊！来打卡一下，帅气的我。开灯，灯开过了，再开一下这个烤炉的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灯怎么突然黑掉了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声音啊？太吵了，找一下招牌灯在哪里啊？应该是这个。啊，开始营业，兄弟们准备接客了啊！应该是这个机子在响，把这个音乐机给它关掉。啊，安静多了，安静多了。这是卖什么的呀？冷静机，15块钱一个的一个小玩偶。这是厕所。哎呦，这什么？不愧是卫生巾吧？顾客也太没素质了吧？用完也不扔掉呀？好吧，感觉这个汉堡店卫生条件确实不咋地呀，有点脏乱差呀。还有我这个同事啊，跟头瘟猪一样的，臭死啦！哎呀，来顾客了呀，欢迎光临哟。这不是我们上班前在家门口遇到的那个大妹子吗？好巧啊，嘿嘿，美女啊，想吃点什么？看你这么好看，我给你免单。好，哦，点了点了，2分钟做好。他给了我钱啊，说给你免单的呀，看不起我是不是啊？我给你汉堡里面加屎，信不信？来吧来吧，快坐吧。老板这个时候估计盯着我们呢，先烤一下那个肉啊。温猪啊，肉在哪里呀？怎么没找到啊？这边有蔬菜啊，还有面饼啊，先拿面饼烤一下，拿2块。快点干活啊，你看着我干嘛？眼珠给你抠出来啊！哦，放这里啊，赶紧给我烤，动作给我麻利一点啊！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见鬼了呀！这个温猪旁边有个人，他不怕吗？他还在那烤呢！天哪！哎呀，这汉堡店有点闹鬼的感觉啊！先把灯开开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这汉堡店有问题啊，兄弟们，烤熟了没啊？哎呦，顾客等急了，先赶紧烤吧，把这个拉杆重新开启一下。好，开始订单，找一下蔬菜，番茄洋葱，然后还差肉啊，我们去找一下肉过来烤一下，去找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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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，又来了，干嘛呀？这个汉堡店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突然来了好多人啊，他们不会都是鬼吧？哎呦我天哪，这夜班谁敢上啊？给我2万块钱都不敢上啊，救命啊，好像有个人过来了。谁呀？反复跳跃，哦，完了，我的生命值好像在掉了。哎，你救我一下呀，你个温猪啊，你还在那站着，你的同事要没了，我就2个血了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再去找一下肉啊，肉在哪里呢？这黑不溜秋的，我也找不到呀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哦，我没了，难道是我汉堡做慢了，就有鬼来抓我吗？好吧，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想看第二期的，记得评论下面评论一下啊，点赞关注炮星一下。我们下期再来试一试。好了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一下炮星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